问你选不选？只有我们开台的时候队友才会长这样。到底是哪来的演员啊？顶级小水枪伊泽瑞尔，一个人靠了七万也赢不了，还有玩上路的必要吗？应该没有吧。玩中路去了，无聊死了。我认真的分析啊，如果韩服要买演员演我的话，没那么容易耶，成本很高哎，感觉不太可能啊，但是就很悬。哎，我打谁？浩娘啊。来试试我们的全跑速吸血鬼吧。只玩这种 AP 狗头躺分，韩服超多躺分仔。其实游戏就不需要商务 carry 啊。超多人爱玩蒙多，超多人爱玩狗头人，然后出 AP， 就是来躺的。炮娘一定死推啊！我们就跟他玩推线游戏，没办法，跟炮娘对线就很无聊，就是你推我推。不吸小兵啊，留着吸他的。我要揍死你！小炮丢高跳上来，丧心病狂丢高，还出太主品啊，看来是有点看不起了。现在已经发现了这游戏的真谛啊，跑得快就是一切，跑得快我才有办法带线跟 carry 这些白痴。啊，我不玩上路的时候上路就中了，这装备现在非常神，5%跑速很多啊，能出就出就对了，出越多赢得越快，尤其是我们这种无消耗角。等等我先来个三个，你没鞋子呢，只能乖乖给我吸呢。你没鞋子只能乖乖给我吸呢。还有奶啊，还有奶可以吸啊，那没办法，可以了，亏了一大波兵，有点亏。这个炮娘不买鞋子了吗？想要赤脚大仙当到底啊？这是我的秘密吗？我上一把单杀对面上路5次，所以我这一把要遇到一个被单杀5次的上路。又是一滴血，苟活。然后呢？有人要帮吗？看来还没有，不过无所谓啊。你看我的前期跟他打成这样，他已经很惨了。我是全后期天赋的，这炮娘居然前面还打不太赢我。他前14分钟会想要拿塔皮啊，你不能给他提啊，所以我们只能先守着了。又被单杀，吐了。啊！人马乱杀，不要给我看这种画面啦，真的，我真的有点难受啊。刘总，看不起我的肥度吗？是看不起我的肥度吗？我可是又痛又快的吸血鬼啊，跑得快就吸得到，这么简单？要送了，是送头啊，过去就死了，我过去就跟着送，被下水饺。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，给了。
口，哎呀，被弹走了，吸不到，怎么办？钱刚好，我本来是想直接出帽子啦，可是这样子出不来，只能，没办法，我其实本来不太想出那个，但是就出吧。现在最好吸血鬼的玩法就是直接出帽子，买分也买不起啦。我刚刚小拇指动一动，精算了一下，卖分也买不起啊。因为其实现在天赋有给 CD， 有给15 CDR， 所以吸血鬼的装备就没那么需要 CDR 了。所以现在基本上都不太会出我这个星核，都出这个了，我们就发挥我们的代谢能力。哎，小兵自己，小兵在烤。哎，你在干嘛啊？为什么我们没有人啊？那也太离谱了吧！为什么我们没有队友啊？不是，刚刚真的很故意的，真的故意不来啊？这是处刑台吗？难不成是有人在试图摧毁我的直播？他想要把史丹利塑造成一个很负面、每天都在喷队友的人，所以他就安插这种顶级队友给我。有机会的吧？哎，对，说这话就很好笑。我每一场都是，哎，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可以赢一场，不觉得很可悲吗？每一场我都打烂对手，然后都好不容易才有机会能赢。说这话就对了啊，这场有机会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看起来是有机会吧。要开了，要开了。他打的狗头还可以啦，这个时间点，虽然他孤我了一点，但至少有做他该做的事。我想杀我呢，遇到我就跟遇到鬼一样，因为我是吸血鬼啊。真的遇到我跟遇到鬼一样，怎么杀得死？我随意拉扯，随意 carry。OK 啦，出不了了。开大那么猛，哎呦，三件装，难怪猛。OK， 放过他，也放过自己。哎，先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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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。我头很可怜啊。小嘎整天都想着 BB。常常有机会，结果通通没。队友各种被单练心疼。还完了，杰利。我上一把的队友能够有我的实力的一半，我那局就输不了。绕了一圈，再度回到原点，把把伤害到最高，队友下路都跟躺分仔一样，我的下路伤害一定会特别低啊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没关系啊，伤害低无所谓啊，你别送哦，你就不要送就好了，你伤害一万三，我也不会追你啊，我可以 C 好吗？发挥我们的代谢能力，哎，小兵自己。在跑。